Hello， 大家好，我是瑞娜。今天呢，要继续翻看我们的生存日记。好的，那我们上一集呢，就是盖了这个城镇中心了，然后呢，也在这边挂了一个警戒钟，可以提醒我们的村民回家睡觉。不过现在是早上啦，所以说我也不会想要特别敲钟。然后呢，我也私底下把这边给拓宽了出来哦，毕竟我觉得城镇中心跟山壁紧邻，好像有点怪怪的，对不对？所以说目前地板都还是石头啦。可是我觉得我之后应该会再把它，换成草皮才对。目前先这样子。那我们今天的话要来做一个比较重大的事情哦，各位知道是什么吗？我们这是一个城镇嘛，对不对？目前我们这个地方有了城镇中心呢，可是它还是一个村庄。为什么呢？因为它没有城墙，就不能够叫做一个城镇啊，对不对？有城这个字一定要有城墙，所以说我们今天呢，我想要来盖一个城墙哦。盖城墙，不过说真的，这个地方其实还蛮大的，我们稍微飞起来看一下哦，各位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村庄其实不只有这一边而已哦，我们再往前飞，其实这边还有几栋房子，延伸到这个地方来，它就是一个很长条的村庄，其实，所以说我那个城墙可能会拉很远的，怎么办？等一下，不对，这里还有。我发现这里还有一个城，我发现这里还有一个房子我没来过，你这个城镇也太大了吧，这里还有这里我没来过这里有狼，然后等一下，这里是另一个村庄啊，等一下，这是别的村庄了吧？等一下，完全没有注意到这里还有，我天哪！所以说我刚刚那个地方根本就不是城镇的中心，对不对？这里有猫这里是不是有猫？我听到猫声，猫叫声。然后这是什么东西？这里有猫，这里有白色、灰色的猫。哦，我天哪，这个地方怎么感觉比我那边还要先进啊？这边好盔甲做是怎样？我天哪，各位观众，这也是别的城镇等一下，各位观众，这合理吗？城镇有这么大的吗？我们再飞高一点看一下，看有没有漏掉的。好像是没有啦，就两个村庄，应该是没有更大了。不对，这应该只是同一个村庄而已啦，因为它好像之间有连道路，对不对？没有它这边道路其实是没有连在一起的。搞什么啊？好啦，不然我们今天就先盖一边的城墙就好吧。另一边，我就先把它放着啊。那边是我们的城外，好不好？那边是城外的小村庄，这边我盖城墙围起来的地方才是城镇，好不好？所以说我可能要稍微切割一下城镇哦。当然，有一些房子它缴不起税金，它只能住在城外嘛，对不对？这很合理的，好不好？很合理的。所以说我可能会想要把在这边有没有切一条路出来？我天哪！好，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直接来盖城墙吧。规划就是这样子，好不好？规划就是这样子。不对，我们飞高一点再规划好了。飞到我们这个城镇最高的树上这个地方，好，那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村子最高的地方哦。我的规划就是这样子，有没有？这样给它绕一圈，到这个地方切回来，这样绕一整圈，就是我们的村庄范围。不对，不是村庄，是城镇范围。那城镇范围之外的呢，就是单独的小房子和小村庄，这很合理吧？我们的帝国分配就是这样子，好不好？然后为什么已经有村民会在我的城镇中心附近聊天呢？好爽哦！其实我这个城镇中心应该根本就不是房子才对啊，因为它没有那个门。好，那现在是晚上，我们就先睡觉，隔天早上起床啊，就开始动工。好，现在时间动武三动，部队起床。待会动武四动时，所着服装整齐，服装戴小帽，连个集合场集合完毕。等一下，我已经发病了，对不对？来了，我们先稍微盖一段城墙好了。虽然说我们是要盖城墙，可是盖得太一般或太丑，其实我还是不太能够接受。所以说我们要先预先练习一下，先盖一段出来看看，我满不满意，好不好？来来来，那我们就从比较平坦的地方盖好了。我预计我应该是会把城镇城墙这样切进来，好不好？
切进来这边的，所以说我们就从这个地方好了，这里被我挖空的地方先来盖墙一下，盖一小段好了，先盖一小段，嘿，好的，那目前我是立了两根柱子啦，那因为其实它还是有高低差，所以说我会想要把它弄得一高一矮的样子，然后再想办法把它接起来，这样才有那种城墙的感觉嘛，对不对？不然明明有高低差，你还给它盖一样高，其实我觉得怪怪的。那立了两根柱子之后呢，我想要依照它那个房子的感觉来盖哦，所以说我可能会用上石头，我带了很多的石头来啊，很 easy 的，好不好？盖石头应该怎么盖比较好？啊，这样子好了，让它缩进来一格，内缩一格，有没有？然后剩下的全部用石头填满，这样感觉好奇怪哦，不知道为什么。总之先盖起来再说。嗯，大概这样子吗？我好像觉得哪里怪怪的。等一下，我们绕去前面看一下。前面的话，因为有那个高低差的感觉，所以说我觉得还可以。可是还是感觉哪里怪怪的。填起来的部分呢，就是我们城墙的高度了。可是呢，一般的城墙其实它不会只有一个平面而已，所以说我要做一点木头出来，就像这样子，哎，这样子。做点杉木材，然后做点半砖，接着呢就是给它，嘿嘿，弄出这种阶梯的感觉吧，哎，也不算阶梯啊，这个叫什么？可以让我们踩在上面的东西。然后呢，再做点栏杆出来，哎，支撑点的感觉，支撑点。可能就像这样子吧，然后呢，这边可能还会再放个这个，楼梯之类的东西。OK， 就像这样子，有没有？然后我们就可以这样子走上来，然后走到城墙上看风景，然后呢，再把这边给补起来，就很像城墙，对不对？我们的城墙设计就是这样子，还不错吧？城墙设计，一道墙就出现了，其实还不赖吧？我觉得我盖的还不错。还蛮像城墙的，只是另一面的话应该就蛮丑的了，另一面就很普通。不对不对，我觉得这样不行，另一面我也要设计一下。啊，我知道了，城墙和城墙之间会有一个类似那个一个凸出来的东西，对不对？所以说我可能要在这边4、5、6、7、8再给它凸出来。好的，各位观众，我稍微花了一段时间哦，将我们的城墙盖好了一部分，哒啷！从外面看的话，大概就是长这个样子。我们稍微跳一下好了，飞高点给各位看。目前我只盖了一点点啊，好像还是有点像半成品的感觉。可是其实内部已经盖得还蛮舒适的哦，大概就像这样子，有没有？这个就是一道墙的感觉。哎，这边忘了盖，不是忘了盖，这边忘了把它补起来。大概就像这样子吧，有没有？然后它内部其实是有一个走道可以走进去的。这个就是我们城墙的雏形，有没有？然后我这边因为还会再接城墙过去，所以说这边有个洞。不过整体看起来还不错啦，我觉得，有没有？有没有？真的有点像那种城堡的感觉了，有没有？虽然说我盖的还算是蛮简略的，毕竟它那个消耗资源真的很高哦。各位不要看我这样子盖一小块，我已经花超多东西了，石头花超多个了。不过看起来其实还蛮漂亮的，对不对？城墙的感觉。只不过我会觉得我是不是在自讨苦吃啊？没事干嘛盖这么大？盖这么大真的是在整自己，你知道吗？然后呢，我们等全部盖好之后呢，我们就可以透过这个地方，有没有看到我们全部的这个城镇的景色？哎呀，怎么村民睡我的床？你们在干什么？哇，这个村民睡我的床怎样？放在露天的你也要睡？搞什么啊？这我的床啦！不要乱睡，不要乱睡，好不好？哎，我这样子拆他的床，他会不会对我很不爽啊？这样铁卷会不会打我啊？等一下。
好了，管他爽不爽，总之我们现在就是继续盖，好不好？是，能盖多少算多少吧。总之我们的目标就是先绕一圈啦。不是，我到底盖这么大干嘛啦？我要绕一整圈的，绕到这里来，懂吗？各位懂啊？绕到这个地方来，我一定会后悔，真的。来啦，那我们就再多花点时间，好不好？慢慢把它盖完，一点一点的盖完，好不好？好的，各位观众，我稍微花了一段时间把我们的城墙给盖好了。我真的是疯了，我才会想要盖这么大的墙，你知道吗？其实我本来想说应该小小的不会盖很久啊，结果一天盖不完，你知道吗？来，我稍微带各位看一下我们盖的墙到底有多大啊。稍微飞远一点，各位应该就知道了。来来来，我们飞了这么高，然后回头一看，没错，就是这个漂亮的方形。各位不要看好像很小啊，其实这个我真的盖超久了，因为盖的时候超无聊，而且说真的资源会不够，浪费了很多很多的资源啊，说真的。然后这边呢就是我们的大门哦，各位可以看到这边有一条道路，我们可以把那个什么道路延伸出来啊，这样比较好看一点嘛，对不对？ OK， 就像这样子，有没有给它乱乱的感觉，道路的感觉不错。各位可以看到我们盖的城墙啊，基本上就是照我一开始所盖的那种形式吧。就比如说这边是一个塔柱吧，塔柱，这个东西叫塔柱吗？反正就是在转角的部分我会插这个柱子，然后剩下的部分就是一般的城墙，然后下面会用这个栅栏给它固定哦。来，那我们就稍微跑一圈给各位看一下我们这个城墙的风景究竟是怎么样啊。来，我们稍微跑一下。好的，那这样子大概就是跑一圈回来了哦。其实我这样跑了一圈发现好像真的没有很大哎，明明就感觉没有很大，可是我盖的时候就觉得超大的，不知道为什么。总而言之，这大概就是我们的城墙雏形啊。其实我本来在想说这些柱子有没有要不要再加点其他的装饰，比如说弄个尖塔啊之类的，不知道各位观众怎么想哦。虽然我觉得目前这样子就已经很好看了，可是感觉还是少了一点什么东西哦。好啦，那其实呢我们的墙还不算完工哦，因为我有一个想要加的东西，就是啊，各位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城墙城门的附近的墙其实只有薄薄的一层哦，我觉得这样子其实不太好，你知道吗？我在想要不要给它补起来。我们先补好了，先补，就是给它盖的跟另一层一模一样啊，我觉得这样可能会比较好一点。大概就像这样子啦，就是左右对称的感觉。那样子的话，我们城门的厚度会变得比较厚，比较结实，有没有？我是觉得这样盖出来的话，就感觉很硬啊，而且比较像门的感觉啊，就是有一种这种拱门可以走的感觉，我觉得会比较好啦。不知道各位怎么想啊？总之我就先把我们这个主要城门盖好好了。然后呢，其实这个城镇还有两个城门，一个呢是在这个地方，就是道路的地方了，我都有开城门这样子。这边也有一个，看是这种的城门会比较好，还是把它加厚的比较好啊？各位观众可以留言在下面告诉我。那最后一个城门的比较奇怪，我把它盖在这个地方，可是这边其实是没有路的，可能我之后还要用泥土有没有把这边补下来吧。不知道，要不然就是绕上去。好了，那我们基本上城墙的部分应该就到这边搞一个段落。各位观众还有希望我盖什么东西的，也欢迎留言在下方告诉我。好，那我们这集就差不多先到这，那我们下集再见喽，拜拜。